台啊，大家看一下我们九点钟方向哦，可不可爱？你看海豚在冲浪喽，大家相机赶快拿起来哦。啊，大家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，海豚游过来喽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海豚呢，它叫做长吻飞旋海豚，体长大概2.5到2.6公尺，那体重大概80到90公斤。它是属于小型的海豚哦，仔细注意看哦，它游到船头底下来哦。有没有看到，在我们左右两侧会慢慢游过来哦，所以大家可以用你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它们。来，我们看上面是深灰色啊，第二层是浅灰色，肚子是白色，带点粉红，是 pink 的哦。会浮出水面换气喽。来，手扶好，来，我们看正前方，大群的在12点钟方向。那前面有没有看到那艘小湾三大渔场？这附近会有两个洋流交汇，那两个洋流呢？一个叫做黑潮，是从菲律宾由南往北移动的洋流，那另外一个叫青潮哦。所以这种海豚，我们把它叫做海上的芭蕾舞者，来游过来喽！来，船上的朋友再次给他掌声，用你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！哇，右后方跳起来旋转喽！哇，跳两次喽！来看船头前面，来右边有一群游过来了。来，连同龟山岛一并给他入境哦。来到龟山岛看海豚，大家开不开心？开心对不对？相信大家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来欣赏到可爱的鲸豚。哎呀，阿彪嘛，蹲进短蹲哦，把给他看好几句蹲。哎，你看右手边1点钟都在船头底下。好、哦，大家相机赶快拿起来，用录影的。有一群哦，所以这是小只的飞旋海豚。来，我们看正前方。来，班上的朋友，请你们看正前方，正前方有一群海豚游过来喽。到我们12点钟是11点钟方向，哇，你看游到船头底下来了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今天让它上来换个气，头部的气口会打开。来，我们看1点钟，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1点钟有8只海豚。我们也看看他们。慢的靠近啊，尽量跟海豚保持状态。有过来喽！来了。来，我们看正前方哈、哦，大群在12点钟，很可爱哈、哦。你只要对它友善，它会跟着，可以对我们友善哦，都游过来哦。游来入画。嘿，虚画的来哈。来，我们看12点钟，哇，大群的在12点钟方向，好、哦，而且前面都开始在陆陆续续表演了，哦，他们是天生的表演家哦，所以各位朋友，我们再次给他掌声，大家用你热情的掌声，来，现在高会转7圈到8圈圈的空中转体哦，来，左手边也有哦，哇，越来越多，来，我们右手边有没有？好啦，那各位朋友，那我们就举起我们可爱的小手，我们准备跟海豚挥挥手 say goodbye 咯，期待下次见咯。所以他们的皮肤是非常光滑，是实木质的哦。好，大家看12点钟方向，可爱的海豚就在我们船头底下，左边也有哦。9点钟有好几只要准备浮出水面咯。下面的朋友，你可以看一下8点半钟、9点钟哈、哦，有几只要准备浮出水面喽。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在我们船尾。来，下面就来了。来看12点钟，大群的出现了哈，在我们正前方，大家赶快把握机会。如果没有拍到的朋友，赶快相机拿起来。哇，你看前面的小孩都开始在表演喽。啊、哦，有时候他们会前空翻，也会后空翻，还会表演轻机独立哦。下面，下面，怎么样？不是，要先。哦，这游很快啊、哦，它游到右前方去了。那我们看前面这一群吗？哦，这个人蛮多的。你放心点啊。今天这一群数量蛮大的哦，只是稍微比较分散。来，1点钟，大家看1点钟，赶快把握机会。也不能打扰到海豚太久了，快点拍啊！大家赶快拍！如果在场的朋友赶快起床喽！哇，前面的海豚用冲着吼跳起来！啊，我看1点钟，哇，1点钟很大一群哦。那海豚呢？他们对声响还蛮好奇。